Reports 细说台湾。当时有一户姓刘的人家，因为祖先蒙牌起义，一种特别的风水来家运兴旺，人才辈出，甚至有三代五个共姓的笔名。俗语讲家和万事兴，家乱万事穷。家店头家意外得到好风水，但是祖先蒙牌起运着旺，福正独顺南丁。小摊的二房唔知风水秘密，更是讲蒙牌的起是印度房囝，竟然甲客兄斗空将蒙牌福正出来害死亲生囝，气死头家。敢讲风水一个破，家破人亡的命运都无了改变呢？今日细说台湾，就要来讲一段生也风水、败也风水的故事。祖先蒙牌印子孙，比车运旺福正败，大房后生为报仇，费尽心机人情害，二房客兄破风水，为财五害亲家亡，新娘姑娘用命赔，感慨无用日如晒。请收看今日的细说台湾，中午得看见。中吴大康片一门技艺，在台中当时姓刘人家发达。相传这迄位是由清朝三大地理县之一的石某新所做的。伊接受饼店头家本阿金的款待了后，决定要来替找一个风水宝地解运。伊选择这块看起来敢当有的技艺，叫本阿金暗时啊先将祖先的梦给刷来吃，隔两天死记一个够。伊再个按迄位，安尼就大功告成啊！想要到迄位正头前，拄好一间土地公庙啊！也一间土地公庙，却因为中吴达康县来落败，到底这个机械跟土地公庙有什么关系呢？在娶某，拢是安尼欢欢喜喜啦。我娶某算安尼油头，甲面，别人的姻缘哦，拢是好姻缘呢。啊，那我的姻缘哦，那是歹姻缘啦。别人的土地婆是安尼温柔又搁贤惠，啊，我这个土地婆性地也歹无大劲，爱哭搁爱对路啦。啊，尤其一进厝哦，袂使花家母安尼咕咕叫啦。一天到晚哦，爱关东关西，连我拍一个卡球哦，嘛要管呢。唉，明理为着我的自由哦，我看我嘛是紧闹跑好啊。哦，来去天顶哦，看神路神窟较赢啦。你讲啊！你讲什么人性地歹哈？我无讲啦，放手啦！对，我讲土地公啊！啊，咱吼是七世夫妻，这是最后一世啊呢！啊，拢已经要成亲啊，你竟然想要逃走啊？啊，想要去天顶看神鹿洗身躯哦？不，你来这里不休假哈？哎呀，无啦，我凊彩讲讲的啦。哎呦，不怪哦，世间人伫咧讲啊，惹人惹祸，唔通去惹到迄赤查某啦。哦，那就娶这款某吼，以后一定是三代无行路，四代无地过，我靠啊！你拄只讲像赤查某哈？神龙点水，三环水炮，
用户欢心，天地起好。十八先提分家安天卖日子，拄好去拄着土地公要娶某，遐讲来嘛正拄好。这间土地公庙啊，伫个分家祖坟的正头前。啊，第二先找了这个风水叫做向吴达康献。伫个十八先做好的同时，分家祖先的墓牌一大头啊起向前，起向前的墓牌就敢那牛角，一蒙古连墓牌都进入一只牛，准备被向前冲的款。牛冲倒出去，力量都会发挥出来啊。就是因为蒙白起用前这个特殊风水，去冲到小对象的土地公庙，所以讲安尼位的东西，土地公庙才天崩地裂。王牌继续提向前，对这个牛角一直搭起钢管呢。正头前的土地公庙到底变什么款呢？土地公，你来点读书啦！这个时阵，一大堆为香火搭钢片射倒出来，当然是直接射到头前的土地公庙的。也徛在门口的土地婆，竟然因为被这大光给射到，全咧突然间消失去啊！哦，你要搞死啊！啊，这卖什么情形啊？连地牛都要来参加我的婚礼？哎，袂用哩，爱来调查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哎，啊，我迄个臭皮，啊，臭臭味啊，走伊就走伊啦！是你家己哦，要来离开我的，是唔通怪我无情放杀你呢？啊，不定哦。你若要回来，就回来了。哎，哟，先来调查地牛的代志，只好讲了。用牛在看面子还好，本家运势就随便开啊。遐本家若是女王，就代表遐位灵动女强。你收到用牛对冲的土地公庙，都会将一摆失意的样火。本老板，本夫人，我甲恁找这个线，叫做用牛在看之线。你看哦，这座山连累平地都亲像一只牛，骨底啊同款，蓄势待发。这个结穴拄在牛头的所在，而且你祖先的八字甲这个穴非常之合，所以我唔才点这个穴给你。未来恁本家绝对是顺利待发啦。三不先啊，啊，阮是真感谢哦，你通过这地理风水，啊，按阮祖先的梦啦。也唔过，你啊看，这墓牌来起家呢啊！对啦，啊，这是阮本家祖先的墓牌呢，安尼看起安尼，要倒要倒，唔知人吼，佮当作阮这个做家孙来吼不好嘞，可袂当麻烦三伯先，甲阮想一下办法，甲这墓牌扶好正吼。要扶好正，千万不可啊！你唔免烦恼啦，恁注意甲看。这个蒙古就亲像一只牛身同款，这个蒙牌就亲像牛角，蓄势待发之势。我拄则有讲过，这个穴绝对会当予恁本家大富大贵，子孙满堂，而且会愈来愈旺啦。是的，这表示讲吼，咱除了汉文以外，还佫有别个子孙啦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不过彭老板。我要提醒你一件代志，什么代志啊？这个蒙牌千万唔通负正，也若无恁本家，不但有厄运，而且损男丁哦。我了解，我了解。经过沙伯县的解说，彭阿金才了解香吴达康灭的奥妙之处，也就是蒙牌起像牛角，有特色台化之局，蒙牌爱起本家才会旺。阿金遵照沙伯县的指示，我要任何人知这个秘密。也自迄位安好迄天开始，本家饼店的生意就愈来愈好啊。但是受到对冲的土地公庙，却一直失去香火，甚至规间拢等无个一个信徒来拜。条线上高级的三万红，伫咧我遮，我敢甲恁保证，
恁若是买等去食了后，身体健康，吃饱哩。爱啥有啥，看得到买得到。这感情真有效。哎，这位人客官，不是我一个碰风，不管你是有啥物疑难杂症，只要你吃我的三马王，我敢保证，你绝对会治百病，身体健康，亲像一尾活龙呢。这是正宗朝鲜的什么？啊，快无水，这感情真好。当然嘛有效，头家啊，我发一单什么？好，没问题。来来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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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真正有效，你何解对事？啊，那是当然的啊。我甲恁讲哦，进前阮老爸破病，严重到是连大夫都讲无救呢。结果这三马王吃落以后，嘿，一病水好起来哦。我甲恁讲啦，恁上好是紧买，无买哦是会后悔哦。头家，我来走啊。哦，顺行啊，多谢多谢。顺行顺行。哦，那是三马提的，三马过千重呢，敢那有效？我来买看卖啊。老弟，哎，你出那两支三马王，我拢甲你买去。哎，水鬼，这位人客官，哎。你有福气哦，才买着我这三马王。你吃了后，你的精气神就会顺，顺娘娘，你就会旺，旺你就会大赚钱啊！哎，多谢多谢哈，多谢多谢，大家有影是旺罗啊，生就对了。不过二十年前就失踪的土地婆，那就是行奸，而且一个当机一个倒头在讲骗钱。二十年来，因为香芋达康片的地缘，本家靠着饼店的生意，变成怎啊来第一好家人。押金的大房阿伯呢，却意外的过身，跟他放一个后生汉文。阿金佫娶二房春风，又佫生一个后生叫做阿虎。一天是本家饼店的百年大庆，阿金将代志交汉文来办，春风真袂爽。也后生阿虎都还细汉的，所以春风嘛烦恼讲，阿金要将本家一切拢交汉文。一表人才，真系安尼。汉文，那是你，阿爸。汉文啊，你这考你敢跳加官哦？临时学的啊。大家好，今日是阮饭记饼店百年的纪念日，欢迎大家共同来庆祝。饼店的百年大庆，当年嘛影响着二十年来一直受香芋达康片对冲的土地公庙，土地公金身果然搁倒落去啊！哎呦，我的金身哪搁倒去啦？哦，又搁是本届香芋达康片的。哦，土地公哪叫倒去？总算是有人把我扶起来了。既然来啊，吼，无算算白事。唉，这几年来哦，拜我的人是愈来愈少了。啊，害我的法力吼嘛愈来愈歹。啊，香火钱吼嘛愈来愈少了。这人袂歹，我一定要好好甲伊保庇者，保庇伊赚大钱，食百年。大弟讲啊，最近人怎啊来啊？来一对一男一女的变身啊，把我害得足凄惨的。我开足多钱，给伊买什么三马王，结果扛无两天就去互烂去啊。因哦，也阁骗足多人的钱啊。虽然大家讲拜你无路用，但咱咱买嘛有一步踏。请托你讲，你着做主，把这两个变身啊，给抓出来。这两个变神啊，既然敢谈我的官府闹代志，安尼我无紧来出巡，要来用你啊！大家好，阮饭记饼店今仔百年纪念日，多谢各位支持，阮才有今仔这款的成就。今仔吃糕饼，半卖半烧送吼，
查甫人啊买回去吃了会得了红来疼痛，啊啦查甫人买回去绝对大富大贵，趁钱敢若趁水嘞！来来来，挂袋挂这张叫来，好，哎，干掉干掉干掉，来来来，干掉！哎呀，遐好野人吼，就是好野人，你看，惊遐侪人来甲因捧场嘞。对啊，所以我毋才叫你今仔日一定爱来。对啦，虽然人才吼毋是咱的本行，啊，毋过嘛无咱负责吧。我知影啦。讲吼，咱伫这个庄已经骗遐尼侪钱啊！我今日等一下，咱会去用拎出来呢。你放心啦，咱这条路大概半山吼，咱就耍来白庄啦。哦。喂。啊。你先看啥？无啦。你看迄个头家娘，真正生了够水的呢。嗯。啊，那去嫁有迄个本老高啦，真正是嘴里碎碎花，插伫五彩堆，够无彩。你较拜托诶，迄人诶某，你唔通落白乱想哦。知啦。阿母，你看，这个人晒咧。本界百年前，哇，真正有够闹热的啦！开这多年啊，哪会当这出现啊？啊，我知啊，一定是当年伊的冤神走来个凡间投胎。明日我袂当让伊看到我，我若让伊看到，一定没我当初时啥都袂找伊。啊，跟他走。明日啊，我袂用走啊，我下凡就是要来调查这变神哪的代志。高登回家跟我讲讲话，就想要走，你是要安怎陪啊？头家娘，歹势啦，啊，我也不是挑工的啊，而且有话讲转来，我若是有钱通陪你，嘛免出来跟人浪西啊，你讲对无？既然安尼，就留你阮本家做灯光督小。啊？面对春风的要求，就对边上的兄妹只有答应留下来做事。因为因今日代志来闹大，因今日无地去用拆盘，想买玉皇今日真爱咧做，希望赶紧将花间的钱甲钱我请来离开遮。不过因阿兄细同却是另外有一个暗示。阿兄，咱伫个这个所在已经共骗遐尼侪钱啊，今麦过来来搬家做代志，一定会去用拎出来啦。你免着急啦，阿兄讲给你听啦，咱今麦还袂去用拎出来，就表示讲咱无代志啦。那本家这么大，咱来这做下脚手人，有汤好吃，有汤好住，有汤好啉，这有什么不好？还有，你来看本家这么有钱，哎，无但就这边，咱两个骗钱侪钱哦。你搁骗钱哦？哎呀，这段时间咱骗的钱已经够咱过日子啊啦。我讲到你这个戆小子，哎，你真正戆到袂白上呢？那钱哪有人咧嫌侪啦？对啦。我今仔日哦，我感觉你对迄个彭少爷有好感哦，那是因为哦，想办法嫁予伊做本家小奶奶，哪里咱咧骗钱哦，就加少好骗啊。我真袂。嗯，有啥物袂？哎、欸，你知影无？咱今仔日人西你去弄着伊，就表示讲恁两个有缘。这安尼一弄，弄出偌济钱，你知影无？你放心啦，阿兄会甲你斗三工啦，还佫有。
我即马拍算要对迄个廖春芳下手，所以以后不管是彭汉文还是廖春芳赢，咱兄弟两个人拢爱想办法接近伊，知无？阿兄，咱莫搁做这种歹势力的代志啊啦！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我惊咱两个以后有报应。百年大庆的鸡蛋羹都是本家制作日子，也毋过汉文在百年大庆迄天受伤，阿金就叫伊踮厝休困，叫世东陪伊甲春风来制作。世东一个看到蒙白起去，都真想要问阿金原因。奇怪，本家的蒙白哪会起价呢？感谢祖先的保庇啦！咱本家的饼店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，我会更加吼，搁较认真拍拼，予咱本家搁较兴旺。这摆庆典哦，我交他们去主办，办了真成功。我相信那个饼店交去花，恁能放心，一定哦会花较真好。啥？要把店交他们？是安怎袂当阿虎大汉才会到食？阿虎嘛是本家的子孙，你安尼做是要分家哦？啊！我只是甲饼店教汉文化尔，搁再讲阿虎啊，我爱对汉文学，安怎讲甲分家去啦？本家就是靠伊经店咧趁钱，你甲店家学汉文，安尼毋是分家？安尼你叫我甲阿虎是要安怎？无啦，无这个代志啦，你嘛想想遐多啦，知道？有差差。老弟啊，请问一下吼，啊恁家蒙牌哪会起价安尼啊？迄唔该好正，啊那无吼，对祖先不敬嘞。迄阮家的代志啦，你管人家这要创啊？无啦，虽然吼我是无读什么册啦，啊唔过这风水吼，我加减嘛有学一点安尼。但讲迄蒙牌若起起吼，会对囝孙啊无好呢。你即马是咧招财阮本家哦？我信风水信二十几年了，若要论风水哦，你还阁差一大截。是啦是啦，传传小金啦。世堂讲了对，大家看这个墓牌起到安尼，我就看袂落。阿金阁袂讲袂当补我食的原因是啥物？墓牌起起对家孙唔好，那安尼建议用着阮阿好是要安怎？袂用钱。这个蒙牌一定要给我吃，那无店那是给彭汉文规碗捧去，我们都要哭无目屎啊！老乡，老乡，大家买啥？买这。啊，买偌济？两千。再等你哦。来，老乡。哎，阿兄。啊，你是透早走一顿哈，到即摆才来。哼，我着陪头家甲头家娘去制作啦。哦，世东，多谢你啦。原本吼应该是我爱去的，啊，不过阮阿爸吼坚持要我留去厝里休困。结果你嘛无伫咧厝里休困，赶快走来店内做代志啊。我哪有需要休困啊？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头家娘买啥？这包什么？这底是包红豆啊。这个锅仔饼无啥物特别的所在，是安怎这么侪人买？嘿，一个本汉文矿业无咧外口，是安怎生意这么好？敢讲这锅仔饼有啥物病？不用的，我一定要赶紧想办法，摕到本家财产，好叫皇贵好日子。哎呀！我这个母怎会来凡间做兵神啊？袂用哩，我一定要对你们本家好好啊调查一下，希望到时阵我这个无缘的母袂认得我才好啊。大家娘，你好，要伫啥？大家娘，要伫这，要来五家。好，稍等你哦。来，大家娘，你的饼好啊。唉，希望我的幸运哦。袂去，我迄个水某发现啦，啊嘛唔知影伊即摆佫认得我无？袂用，真正摕起，
我一定要想办法入去本家，才有法度抓到那两个变身那个证据。好嘞，等下哦，等下。玉红，你安怎无？无啦，我袂要紧。看因两个遐尼啊亲密，原来我的水母即马喜欢本家的少爷，袂歹，眼光袂歹。到时阵我就甲因两个杀作对。欸，水母，你即马是在讲啥？无你是谁啊？你骂我？欸，我是你七世的翁婿呢。虽然哦，上尾一世咱无缘分啦，也不过哦，我是足欢喜的啦。因为哦，我感觉咱两个无啥适合啦。你拢无印象啊？你看较详细啊？哦，欸，你是谋杀情夫哦？什么情夫？小弟狗。原来已经袂记得我，安尼真好。只要这世姻缘改善好本阿门，安尼就无问题啊。先生啊，啊你要拼无？有啦，啊我想讲吼，恁都百年庆啊，应该有推出啥物新的口味，我想要试看卖。确实有研发啦，啊唔讲吼，阁无法度想试啦。啊无安尼啦，你试看卖阮的豆西饼，这吼是阮店内卖了上好的。卖了上好。卖了上好的豆沙哦，确实好食啦。要唔过哦，来当家换做白凤豆沙，啊，甲磨了较绵咧，哦，迄绵绵的口感，互人食落哦，一定搁较侪人来甲你交关啦。先生，啊你，这天下哦，所有好食的物件我拢食透透的啦。自然会当互你一寡建议啊。啊对啦，你拄仔讲个新的口味哦，有啥物问题啊？甲问题甲我讲，无的确哦，我会当甲你斗相共。真实个哦。先生啊，你若是无嫌麻烦哦，使到我等下阮家替我试新口味，给我一寡建议。汉文啊，你莫插伊，我咧开始变成咱诶。我看你想我是警察，你比道行，你搁差一开。哦，你叫我走，我偏偏啊特别老咧。头仔，你再看看。哼，什么的阿头仔，那亲像是一个痟的。伊敢会是跟我同款，嘛想要来骗本家的钱？我的建议哦，是你踮这豆沙饼内底会当加一寡糖虾，吼，还会当把这油的味吼压过，过会当让迄个香味啊更加提升啊。你试看吗？这个想法真好呢。阿祖三，多谢你啊！我先来走。嗯，小奈，小奈，恁豆豆做得好啊！哦，我先来休困。阿祖三，客房那就欠啥，随我讲，我马上替你传。唔免啦。你甲玉红好好做，好好相处哈。嘿嘿嘿我即摆已经甲因两个人骗入来灶卡内底做伙做饼，稍等下我只要甲门锁起来。哈哈，人上意得讲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哈哈，安尼伊个感情就会愈来愈好。安尼玉皇哦，就袂去骗这本家的财产。嗯，一减二个，王拉减四个，唔来当解决这变身仔的代志哦，过会当替我一个某找到一个好翁婿。嘿嘿，我安尼做，敢是咧卖某做大姑啊？我无收钱啊，无算未，无算未。
我啦，咱本家饼店会有今仔这款的成就，真正有遐感谢查某先当年替咱安尼风水，王牌愈起，咱本家就愈发。而且厦门这个囡仔哦，我那真骨力啦，真肯学，所以我决定把饼店搞一起发展。是啊，原来王牌愈起是甲大房有关系，我就知影，迄个阿金偏心，既然要把饼店交予汉文，好，那安尼就莫怪我用家己的方式把饼店取倒转来。真的是在意唔在意，村庄认为讲王牌起起就是印大房，都决定要来抢财产呢，伊的懵懂，敢会惹来什么麻烦呢？那个招，到了伊拉大汉的时阵，我会叫他们开一间分店，我去看。因为村老妈哦，遐尔少年就对，我免顾因我囝。我今摆发现，竟然连一个锁头都变未出来，笨蛋，我安尼往落去。我以后唔得爱出去夹人分啊！家仔，家仔，我找到一个锁头，我的计划一定会成功。锁起来！把你锁起来，恁两个就到内底好好啊，温安。姚英啊，啊，刚刚找锁头，啊，无找锁匙，啊，即摆是咩乱啊？啊，什么代志啦？好啦好啦，你莫叫啦，我想办法，我想办法。我想办法啦，我想办法，想。我只要陪你来啊。我看哦，咱明仔载天光哦，有人来开门，咱靠我走出去啊。啥？喂！喂！我是比你较矮的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今麦只就干剩咱两个。剩咱两个又安怎？对，我是跟你警告，你最好是离我较远的，伊若无吼，我就。你就安怎？食饼啦。我甲汉文拢试过啊，感觉袂歹，就是唔知你会看我安怎？无错啊。嗯。好食，好食。是我建议汉文加的啦，我感觉吼加香菇类，迄饼会较香。水果，我拢唔知哦，你这么贤做做食啊，佫晓加香菇这味，加了好，加了好啊。你的水果真正是小菇的风味。你当时变到这样温柔啊？啊？我感觉淡薄没关系呢。
叶航，叶航，阿头生，汉文，我甲阿头生吼，什么代志拢无发生，啊，你唔通误会哦，只是昨昏有淡薄意外啦，阮两个唔知为虾米吼会去锁伫个内底啦，是讲嘛奇怪呢，阮阿兄奈无来找我，喂，你唔好讲困啊，你遐讲，哎呦。当然哦，嘛未发生啥物代志啦。啊，刚伊这个恰查某又发生啥物代志？啊，是讲哦，我是迷茫啊，是安怎？那会感觉你哦变甲搁较温柔呢？即摆来甲搁落搁差别同款啊。你我呢？好啊啦，你无代志就好啊啦。阿头生，我昨有做新的饼，我今仔随做互你食。唔免啦啦，我食过啊啦，口味袂歹，就用这味，一定让你赚钱的啦。真是哦，蒙牌愈起，咱本家就愈发。而且厦门这个囡仔哦，我那真孤单啦，所以我决定甲饼店搞一起欢乐。你顶下讲蒙牌那是去这边，打算去行歹路，我感觉这有道理的。阮家老爷都是想过美食，今仔请你来替阮甲蒙牌好好食，若无去养大好，安尼就唔好啦。老经理嘛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去请土公啊来甲伊好好食。原来春龙甲小童早就行做伙啊，原本春龙是要等阿金死了后再来分财产，嫌过伊即马个个想要夺走全部财产，都决定要甲小童来斗空啊。煞无先捌讲过蒙牌啊好好食，本家都知，而且过孙南丁。敢讲蒙牌一个火正，本家都会败呢。托你讲，知影讲阿金相信算命，都讲要替本家来看运势啊。安尼讲甲嘴甲全破，主要目的其实是要提醒阿金对身躯边的生有人都要封闭了。人讲做出心意，所以说当伊是听个心惊惊。不过托你讲的如意算盘，敢真正有效呢？阿头生，啊你既然会晓算命哦，无想煞甲我算一下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的先生你讲，是安怎样？这彭老板啊，你最近有急事，可能会。讲话，你敢纠缠我？我哪会死？我不可能会死啊！是啊，我无跟你这。是啊，老朱。妈妈，阿弟。哎呦呀！哦。奇怪，我喝了个。爸爸。爸爸。爸爸。啊，我要听我啊！哦。啊，你真好大胆，你敢搞弄落去啊？是伊啦，伊先甲我拍的，我唔知甲会弄到你。杨哥，我讲的拢是事实嘞。你千万别讲啥啦，你这大骗子，讲你养生命，你根本拢是骗我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不但未死，我更加霸你哩啦。你无相信我的话，无要紧啦，我是为你好，你家己也较细腻的啊。啊，你只要这个，老板，你较认真的啦，你的生命呢，人家认真啦。我有了无？本家出代志，就是蒙牌出问题。不过我的法力会向向恢复。啊，是讲什么人来甲蒙牌我起来？实在真灵巧，蒙牌一副正，虽有人来拜啦，唉，真正是风水轮流转啊！哦，来来来来，多谢多谢，吴英姐过来哦，好。哎，汉文，真高丽，多谢你。哎，你是来卖饼，是来吃饼啊？你捌看过这样妖怪的人呢？迄饼拢甲我吃完啦，我是要安怎卖人啊？你讲我妖怪安尼就歹听咧，我是咧替你这吼这新的口味啊，讲互你闻哦，我嘴就好拍干。这个时阵，阿虎啊偷偷走来饼店耍，想要告诉我发生一单我都挽回悲剧。
好啊！你大夫一走来就冲人啊！我要买不了最新上市指数，我来大夫啦！哦，老爷，阿爸。你这个代志呢？阿舅妈呢？大夫，阿浩有要紧无？我已经尽力了，小已经走，请节哀。你真是啦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阿浩。哪会安尼呢？阿浩哥还是细汉，哪会发生这种代志？不阿妹，你干？我一个人好好甲你自己，变做一撮钱来等来，你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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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在创啥？走，过来，你是在创啥？大人大姐啊，顾一个囡仔顾袂好，今麦出人命，你讲要安怎？阿娘，我真正唔知影为虾米阿浩就跟阮出去啦，我虾米都唔知影，伊就是恁两个故意甲我害死啊！我爱你付出代价，付出代价。春风啊，阿浩啊，这囡仔既然也无想要对咱啊，你就莫安尼伤心，莫想想遐多啦吼。阿基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。当然啦，这当然的啦。阿浩啊，嘛是我后生，伊的后孙哦，我会好好甲安葬啊吼。就安尼。是害门害死，袂当安尼都唔管啊！这嘛不是完全是害门的唔对啊！你讲这是啥物话？敢讲你的心肝内只无害门的迄个后生，阿浩就唔是你的后生，阿浩都是害门害死的。拄则我梦到阿浩来找我，伊害我替伊讨公道。我一定要把你甩，阿基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阿爸，汉姆，你来了多好，阿浩是你害死的，你是要来跟我交代？今晚等你阿爸那边，我要替阿浩讨一个公道。蠢货，你到底是要怎？阿你干掉刚好我管。我就去官府跟伊讲。你这么想在讲啥？咱是一家人嘞，干不需要跟着过去啊？我唔管，我唔管啦！你爱甲点好我，你爱甲点好我。好了好了，我来甲点哦，交你接手啦。后下门好反省，阿你唔得用你。阿爸，好了，阿门啦，你莫阁讲啊啦，你好好去发了你小弟阿浩行书啦，人家咧讲哦。时代无上时势啊！我甲你阿姨哦，袂记啊！你这个做阿兄的人哦，就好安葬你小弟。是。蒙白，那变安尼？汉文，蒙白安怎晓？这个蒙白应该是起的。起的？蒙白哪有人咧采起的？人咧蒙白都嘛咧采好正，子孙才会得人听。啊，不过，阮阿爸千交代万交代，蒙白袂用扶正。虽然是无讲什么原因，啊，不过到底是谁来蒙白扶正？阿门啊！蒙白若出问题，等于问你阿爸知啊。阿金来啦，跟一杯香阿茶。哦。阿爸，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啊？你讲。我想要问恁家蒙白的代志啦。什么蒙白的代志？对啦对啦，蒙白哪有什么代志啊？汉文，你紧走，你阿爸要困了啦。阿爸，唔知为什么咱家蒙白去用护驾呢？你讲啥？这
实这个代志，你也知影，蒙白来叫母子，咱本家不谈离婚，你先跟孙娘定亲。你不要激动啊！刚刚是你。是你，我问你，你是阿边的子？你是阿边的子？你还怎样？啊，我是叫你害死的啊！我是叫你害死的。阿金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滚！阿金，滚！西瓜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这是这个隔阂的那味道。你一定要修好势，唔通让人破坏的结。这个结是天机，千万唔通泄露出去。咱若无和一挂有心人，还是甲你有关系的人来甲破坏，对恁本家非常不利。刀，刀，什么刀？阿爸，刀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我是气死严无伤，本家小人煞出大事，而且佫是应验三宝仙所讲的孙南丁，敢讲汉文要性命危险呢？当初三宝仙所讲的话，竟然拢随行啊应验啊！以前交代办交代，蒙办啊富家，本家唔闹厄运，而且过孙南丁，那即马阿富家金拢过身啊，本家为了南丁汉门，敢会也出大事呢？阿基，以后日子是要安怎过啊？这个老狗即马是死，本家一定会大乱，我一定要好好趁这个机会，把本家的财产拢抢回来。蒙白胡我讲，会让遐尔生气。我过两阵会当让伊欢喜的。啊，不过安尼嘛好，我今日来搬家就是要等伊死。起码总算活等就一天。讲唔对，说到来，只要拄到本汉文，那安尼搬家就是你的啊。讲唔对，我一定要把本汉文赶出去。阿金要死之前，伊有讲是丢什么刀，不过我唔知影是什么意思。刀？什么刀啊？我嘛唔知影，啊不过是阿金要死之前讲的，一定是真重要的刀。我拄来恁庄的时阵，有听人讲二十年前，彭老爷有请一个地理仙的，还是什么仙的来看过风水。从那边了后，本家的生意就开始变好。你讲，这敢会甲彭老爷讲的多有关系？我小三囡的时阵，伊就已经足好呀，根本都唔捌甲我讲过是啥物多。连你也唔知哦？那安尼表示，这个秘密真重要。多，有啥物物件去用到多呢？总部多。对对对，就是这。这就是阿金变好爷的原因，咱紧来找到那张图。对，问题是都是伫个什么所在咧？我想应该是伫本汉门遐。阿金死之前是甲伊讲的，本汉门手头一定有那张图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叫本汉门乖乖把图交出来。谢道，谢啦，好啊。哦，谢啊，一透早就这么认真，真有大头家办事哦。
无啦，我是想讲吼，阮阿爸拄过身尔，我是应该担起这个重担。虽然讲店真正是阿姨咧管理的，啊，不过我嘛袂使失志啊，爱好我拍拼。迄是当然的，会晓安尼想吼，就对我啦。欸，对了，少爷，有一件代志吼，甲饼店的面粉有关系，我要甲你参详一下。我有熟悉唐山一个姓詹的大老板吼，伊是专门咧做面粉的生意。伊讲，咱一边啊，想我都买一船的量，用的算咱家族上呢。这哦，我嘛是较关心伊在学校的厨商啦，安尼我较放心啦。有啥物袂放心的啦？我甲迄个姓詹的头家真熟悉啦。我再讲，老爷才拄过身无外久，咱饼店的生意哦，加减会受到影响啦。所以最近哦，你的成本哦，爱较省一点嘛，啊，加开一寡钱哦，做宣传比较较实在。安尼讲啊，我咱试看卖啦。对啦，就是安尼啦，安尼唔才是聪明的生意人。迄算盘咧，直直算算的哦，就知一定会好个啊，对无？少爷，我看归去安尼啦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谢东骗汉文所签的契约书，表面上看来是无问题，也毋过谢东早就已经布局好势啊。到底要用什么方法逼汉文提出装宝图呢？我根本就无装宝图的存在。汉文敢有法度渡过这关？本家因为向武达康下来落败，道理讲敢有法度能改变本家的命运呢？钱啊！谢董，啊，伊是少爷，伊就是做面粉生意的詹老板啊。少爷，代志唔好啊啦！迄载面粉的船吼，沉落大海啊啦！什么？沉落大海？哪呢？我嘛唔知啊。啊，伫个海上要发生什么代志，嘛无人预料的准啊。还佫有哦，迄詹老板讲。沉落海的船，哪够有面粉？咱拢爱赔钱啦！无唔对，只客要输行，这船是恁的，面粉嘛是恁的，钱是我替恁出的。但是这块唔正经，伊讲伊无钱赔，我只有来找你讨啊。张老板，船沉落海内底的代志吼，我阁需要了解啦。啊，不过，若真正是我的责任，我一定会赔你钱啦。啊，你爱我时间装钱啊？你这个直接带人来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本家遐尔好个，啊是要装什么钱啊？黄汉文啊，恁爸无迄个时间点来听你咧唱口调哦，钱赶紧摕出来，啊若无，我就将契约书提官我甲你告。辛苦你啦，其他的我则想办法还你。啊，本家少年头家，刚干那只一点仔钱尔，无啊。啊，你即马是条故意无要还就对啦吼。阿爷，啪！请问大哥，来这拍人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本汉文欠我钱，啊，我来找伊讨钱，搞啥唔对？我已经给你一部分的钱啊，其他你要花时间，我无看我还你钱啊。我无要管你遐济啦，我给你一张香的时间，我要看到钱。啊，若无，就用恁本家的店面来行销。我若无看到钱吼，我一定人抓厝抓，鸡仔鸟抓到无饱食。本汉文。到底什么情形啊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
系统将代志自头至尾讲一遍，也顺他妈配合搬戏，叫汉文家己背。而且我提醒伊，阿金要死的时阵讲到道的代志，迄个是全部道都赶紧提出来背啊！讲，不过汉文一文三不知，可能就真正唔知道的代志咧。春风虽然气，不过为了要将戏搬煞，伊嘛只有替汉文来背啊。本汉文，你害本家老姐，佮卡唯一的店面拢背掉啊！像你这种人，我无想要佮吞论啊！我爱你，今日就把我搬出去。好紧张。挂出去啦！这件代志，咱应该头头参详啊。喂，哪个大来事？你管啥？你佮我讲，代志拢你布出来，你唔知想办法解决唔才对。我嘛想要解决啦，问题我无钱，我是要怎解决啦？好啊，你卖佮炸。本汉文，你害死你阿爸，佮害死阿虎，你佮我迄边住你家，你是要走唔走？你若是唔走，我举扫帚甲你薅出去。我走。哎，汉文啊！汉文，汉文，歹所在吼，可能都爱委屈你啊，啊，你唔通见怪哦。袂啦，袂见怪啦。阮即摆安尼吼，有一个夜风票的所在，都要做头前啦。是啦，阿文啊，卖袂啉啊啦，拢是我的唔好，啊你就卖捂住啦，哈。甲恁拢无关系啦，是我自己无先去了解迄个细节呢。而且一开始就订遐尼侪份嘛唔对，我是咧讲我家己，把饭家的饼店拢乌甲无去，是我唔对，我对不起阮阿爸，对不起阮饭家的祖先。汉文，你莫艰苦啦，阮大家拢会甲你斗三工啊。你莫阁讲啊，给我一个人小静一下好无？汉文啊，你家己心情无好，莫甲我牵拖别人。杨红安尼讲吼，嘛是为着你好啊。好啦好啦，时间也无早，我来传家啦吼。彭汉文啊，你会当我拜托一下无？卖过安尼失志啊！阮遮侪人咧甲你斗相共，你煞坐遐饮酒，你毋是作呕的，毋是要甲彭家振作起来？较早迄个认真拍拼彭汉文，走去倒位去啊？啊！我的代志要恁管啊！你好，莫讲啊啦！我偏偏要讲啦！彭汉文啊，我知影最近恁家发生真侪代志，你即马心肝内嘛感觉做有准的啦，感觉所有的人拢对不起你啊！我甲你讲啦，啊那我咧，我互恁彭家害甲落灾二十年。你安尼一点啊不如意，就来咱们遐失志。你敢无听人遐讲？一枝草一点露，天无绝人之路啦。人只要认真打拼，就出头天啦。阿土西啊，你即摆吼，莫阁讲这话，甲刺激啦啦。我就是要甲刺激啦。伊若阁安尼落去，你敢对会起阿虎？对会起伊阿爸？也阁用本家的祖先？汉文啊，阿土西吼，伊无歹意。伊只是希望你应该较振作个啦。我知影，你讲了对。我袂用对不起阿虎，甲阮阿爸，更加袂使对不起阮本家的祖先。我应该要好好啊振作起来。我当初是想走出来，袂记了本家的神主牌请出来，我应该回去一撮。啊对吼，安尼咱紧来提啊。好啦好啦。是真好骗，就是啊，这个张老板跟我真熟，而且这边跟我配料甲真好，一点啊你都不必讲。是的，你真正
真牛呢。我这只叫做假戏真做，对头到尾我根本就无买啊，就甲迄个饭汉门啊，天眼戆戆死。阿唔过真可惜，无被伊提出总报道。对啊，我嘛感觉奇怪，伊安尼甘愿去用赶出去，嘛无愿意告诉总报道，刚刚都无伫个伊啊。那呢？那道会伫倒位啊？阿健的房间我拢已经找过啊，拢找无一条道呢。阿健，放心，今麦放假已经是咱的，到时阵那房间一间啊轻巧，我就唔相信巧无啊。春风啊，这已经唔是放假，那新厝牌是唔是好请掉去啊？在家，谢董，咱真正足好运的呢。唔对，你讲，即卖天公伯啊，就咧甲咱斗相共。啊，对啦，传统啊，我先来等，我先煞看迄个本汉文书来有啥物动作，哈。谢董，你卖走啊，我不爱接啦。传统，你放心，只要时机若到。我会跟你结婚，咱两个人永远生活做伙，啊！阿兄，龙，你来做来遮。我来你讲你要出去，就是走来本家找这廖春风。恁两个到底是什么时做伙？还是因为你阿兄巧，伊甲我斗相共，咱做伙成功，要参像你，硬要跟本阿文出头，才会到今嘛凄惨。阿兄，你是甲斗相共啥？啥乱伊安尼讲？林世栋，你哪会当安尼做？别怪，就爱怪你自己讲啦。林世栋啊，你莫想超过哦。方阿文，我即马就告诉你一个，你俩准阮兄妹啊两个人是真心真意要甲你斗三公事，你若是安尼想，你就唔对咯。阮兄妹啊两个人对头到尾就是变形啊，阮会伫甲你本家做为家酒人，主要就是要骗你本家的财产。也阁有，你就是阮小妹是真心真意甲伊离心。不是，伊只是想要做本家的小奶奶。当初你若是愿意娶伊，我今仔日嘛袂用这款手段来对付你，把你赶出去本家。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做得来。汉文，我无。林永宏，你竟然敢骗我！林世，我问你，我到底倒位对不起你？你还没对待我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无，你无什么所在对不起我，是天公伯啊对我太无公平嘞！有你这款念头来做好呀人，怪我这款这么巧的人来做善下人，我只是要证明我天公伯啊，我赶快能够做好呀人，我赶快能够做大少爷。哎呀，你卖阁讲啊啦！好啊，你卖阁讲啊！你林家兄妹啊，联合廖春风来对付我，我阁戆戆啊相信你。好，真好，您成功啊！您成功啊！汉文，汉文啊！龙，快走诶！我不准你去找迄个廖明仔，你即马对咱已经无利用价值啦！阿兄，你现在真超过咧！站住！站住！龙，要怎倒
喊门啊！啊，你走来土地公庙要创啥？迄林家要我袂搁当迄林家，我互林家嫌遐变甲戆戆西，我真正是戆人啊！哎呦，啊，这嘛无完全拢你唔对啊！啊，是我吼应该甲伊抓起来，要唔过吼我无尽着责任啦。我甲你回死你啦！啊，无安尼啦，算我吼欠你一个人情。啊，不过我甲你讲吼，迄个玉凤哦，伊绝对不是歹人。伊是，伊是来骗我，伊自头到尾拢是来骗我的。我真正唔知影，当初伊弄着我，是毋是超过伊要离开本家接近我？我甚至搁怀疑阿虎的死是毋是甲伊有关系。汉文啊，你过安怎艰苦吼，嘛袂当甘愿无天啦。我唔准你安尼讲玉凤啦，玉凤。代志我无想到要管啊！我真正上重要的是想办法来放假退回来。好，我问你啊，你即摆想要安怎做？我拄则有答应你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我跟你斗相共。我要用伊的头割伊的饼。人讲书不善书，终有后悔。汉文的心已经被秀芬所蒙蔽，到底伊会用什么手段将放假抢夺回来呢？这是本家祖先的梦，哪有可能有保重啊？总捕头就是安尼话啊！总捕头，敢讲手的刀，就是阿爸讲的刀。啊，不过我看伊挖尼久着，无挖着啥。既然你喊你爱保重，我就用中保道来跟你算。阿文，玉凤，我给你出来。你回失嘞？甲我回失嘞？是啊，进前吼，因为我的情绪无稳定，来你阿遐做的代志，牵拖着你，是我唔对。你唔免为着这种代志甲我回失嘞啦！你肯甲我讲话，我都已经足欢喜的呀。啊，本来就是我遐唔对啊，是我这个做小妹吼，无好话甲伊口肯，应该是我甲你回失嘞才对。你两个是钓到的，啊，一个回事来，一个回事来去，安尼唔着回袂煞。玉凤啊，我告一下代志吼，想要拜托你啦。什么代志？你讲。我想要拜托你吼，带我回来本家啦。啊，我是本家的囝孙，一定要来本家做代志。就算讲吼，是替你阿兄做代志，我嘛甘愿啊。啊，不过你阿兄一定袂让我回来，所以。汉文，我知影你的意思。啊，不过我惊的，汉文，我无希望你是为着要对付我阿兄，才来拜托我的。虽然我阿兄伊真正真超过，啊，不过我搁再安怎讲，伊是我的亲大兄。玉凤，我真正无这个意思啦，我绝对吼无想要伤害恁阿兄啦。自从吼我把本案挂出来。拢是我大家的关系，拢是我做了唔好，我哪敢去怪别人啊？这几天啊吼，我伫土地公庙想个足清楚的，若是讲吼，你管你阿兄，不如靠我自己好好自头打拼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希望你是真正想好清楚啊。你放心啦，若是有啥物所在需要我斗三工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玉凤，多谢你啊。哟，是啥物风把阮本家大少爷找来遮？是林信英啊。阿兄，
你哪安尼讲啊？霸占人的厝，讲唔知通检讨。什么的霸占？我是公民正大靠我的实力摕到的。你讲好意思讲？这根本就是少林的部署，一定是廖春凤甲你骗的啦。林玉凤，你讲话较客气的哦，那不是因为你是世堂小妹，我早就甲你扒落啊。来啊，我讲我白讲。啊好啊啦，卖冤啊啦，过来。我问你，你出来家里做？是汉文叫我出来回来啦，伊讲伊有代志要拜托你。有代志要拜托我？冯大少爷，听讲你有代志要拜托我。石东，冯家是阮祖先辛辛苦苦打拼落来，我是冯家的子孙，我一定要留在冯家，所以我希望你会使好好留在冯家做代志。就算讲吼，是做你的下手人，嘛不要紧啦。啊？这个本汉文哦，常常跟我讲话安尼轻声细碎，我不习惯呢。想看卖，敢要留来？当然嘛不爱。谁知阿姨的目的是啥？那是伊是要当来报仇，是安怎？对哦，我也没想到这点啊。赶紧，我来试看卖，看伊的心意有偌大。本汉文啊，你若是肯跪下求我哦，我若欢喜。无定啊，我也收留你哦。嗯，男子汉是跪天跪地跪爸母的呢。西东伊是挑工要汉文歹看，就看侮辱汉文，敢真正吞得落呢？阿兄，林西东啊，你莫安软土青哥，我跟你讲哦，汉文。卖插鼻，卖搞鬼啦！不要紧，我鬼。汉文，我拜托你，我等来搬家，我愿意做牛做马，替恁做代志。真好真好，我得给你留来，给你做我的奴才啊！四东啊，想做来给留来，你唔是想要知影本家宝藏藏伫什么所在？今麦冯汉文是为着耍帅，所以啊，爱给留来。还有，你唔是想要替阿虎报仇？先给留来，以后你要安怎甲糟蹋，安怎甲折磨，拢随在你啊！阿爸，总部队的代志，你长老托忙，我已经知啊。你讲咱的祖母名为大红，大红冻水，水灵心在。所以宝藏就藏在祖母边仔的水池啊，只不过爱以财滚财，才会当将宝藏印出来。阿爸，你放心啊，有时间我一定去把宝藏摕回来。西东，你一套在讲我，这是要创啥啊？我是要叫宝藏快，你莫再搞我叫我啦。我有听文汉文在讲哦，伊讲这宝藏哦，就藏在这所在啊。真是嘞，那你去找啊。哎，这个所在这么宽，我是要安怎找啦？我有听你咧讲哦，以财滚财，所以我唔才叫你扎这店皮啊，搁有地契。我想哦，应该就是用这条财来采宝藏。干嘛呢？啊，不过这是水边的，若是把店皮甲地契用当去，是要安怎？对哦，你讲嘛是有道理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先甲皮蒙古顶头。来，咱对这开始找。这两个人哦，真正找宝藏啦。本家的财产哦，拢给因提到手啊，还阁想要来找宝藏，人哦，哪会遐尼贪心啊？哎，汉文啊，其实无啥物宝藏，你只是想要甲因创治一下，对不对啊？
阿初三就阿初三，确实厉害呢。武装！紧起来！我的巴肚都疼，我的巴肚。无代无钱的巴肚疼啦！我有心啊，我的巴肚。有心啊！别别别，起来，我先传你一顿。你是当着胎气，爱好我调养。迄个大夫敢会当信任？伊敢会把这个代志讲出去啊？你放心啦，迄大夫哦，是我对隔壁村请来，而且我嘛甲伊讲，这囡仔是彭老爷的，应该无啥物代志，你别烦恼啦。啊，不过这个囡仔真正是你的，因为阿基伊早就未生啊。真实的哦。那也安尼啦，啊对啦，咱两人的代志绝对不能让人知影，若是让别人知影，咱两个人就惨啊。有我知影，啊，不过你一定要对我甲咱的囡仔负责任，你知无？哦，我知啦，我会负责任的啦。啊，我对你的感情，敢讲你还不了解是？你好乖又困啊！只要你醒过来，有我就好啊。对啦，店客甲地客，你敢有收好？啊！我为着要求你赶紧跑恁倒来，我煞袂记诶，我即马随来提吼。想袂到，这廖春风竟然有林世栋囡仔。这件代志呢，传出去吼，一定让人针对人。阮阿爸才死偌久尔呢，这廖春风竟然甲林世栋囡仔。阿母啦，这件代志哦，千万唔通讲出去。是安怎？阿母啦，我知影你想要对付伊啦，伊毋过林世栋是玉皇的阿兄咧，伊若是出代志，玉皇一定会艰苦啊。你嘛要替伊想一下，而且你即马地客，还佫有店客拢已经提到手啊，安尼毋是算讲，甲本家已经收倒转来啊？你讲了有道理啦，我都袂讲出去。安尼你耍来想要安怎做啊？看书办事。阿头仔啊，这白雪霜吼是照你的意思加上煮的，安怎？敢有好食？真好食，安尼做吼就对啊啦。真实的哦，总算哦做出你介意的口味啊。你若是有介意哦，安尼人客一定嘛会介意的。介意就好，我搁再一个吼。袂的啦。迄村的饼是我要卖人客的啦，啊，我感觉你也是出去啦，你若是继续留在遮，我的饼让你吃了了。不哎，汉文，你来啊？对啊，我来打三工。好啊，对啦，我跟你讲哦，咱这边做卫生的白雪霜，阿头仔讲真好食呢。听起来确实袂歹呢。嗯。啊，玉红。嗯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会使让店的生意更加好。是哦，是啥物方法？咱哦，会使写一寡好听的话，放喺饼内底啊。大家食到的时阵啊，有好彩头的感觉，死狗人卖了好，咱阁会使互你阿遐一个惊喜哦。对呢，汉文，你足巧的呢。啊，不过我无读什么书，我唔知要写啥呢。无问题啦，我来写，你来看，安尼较紧。嗯。哎，来来来来，欢迎大家来试食，阮新口味的狗饼啊。这白雪霜绝对好吃啦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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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个家拢无同款哦。安尼哦，哇，这特别咯。特别咧。看卖，看卖，放三条电话。嗯，很漂亮哎。啊，恁大家店内面的好听话是啥物啊？啥哩好听话？卖饭哪办？有零细汤的囡仔，这根本就不守妇道嘛！像你要走哦，来接你啦，接你啦，不守妇道，先臭啥？你先讲啥？什么人把这二条放你饼内底？阿娘，是我啊！你也好，你也是我那遐用，做遐个卑鄙的代志。不是风干的。方汉文，是你坑的对无？是谁做的无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阮阿爸才过身无外久，你就敢爱做伙，搁予伊有心，这种大逆不道的代志，你嘛做会出来？你，谁讲伊有心？你莫踮遐甘为无天哦！哼，刚才我当众人的面头前，请大夫来替你看诊。唔免啊，这囡仔，啥囡的？你何白讲？我是本老板好朋友，伊早就袂生了。你讲你有心，你根本就不守妇道嘛！政治人啦！政治人啦！伊唔干那是不守妇道，就联合林世道骗走本家的财产，阁让我赶出去本家。我是本家的子孙，绝对袂原谅这样的人。阿文啊，我唔是跟你交代过啊，这种代志袂当讲出去。我无讲啊，我是用写的。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失去一切，我袂用个无报酬。好家仔，阿爸在天之灵有保庇，我将本家替回来。哪有可能？地契甲店契一直伫我遐。你以为是假？我早就已经电话过来了。哎？为什么唔对啊？你有遐尼侪方法用来报仇，你为什么要利用我？嘛唔对，我阿爷是做真侪歹代志，啊，不过搁再安怎讲，伊也是我的大兄，你应该骂我自私。啊，不过你为什么要利用我？玉红，真正就歹势，啊，不过我一定要令世东甲廖春芳先来报应。我知影你对我的感情，啊，不过我。汉文，你为什么变得这么恐怖？你是在让人失望的。玉红啊，玉红，玉红，玉红，你别管我啦。我本来当无管你啦，我看你安尼艰苦吼，其实我比你更加艰苦呢。我真正唔知影。我是不是有迄个资格用来怪汉文？虽然真正是我阿兄唔对，人在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啊，不过我……我知影啦，啊，你是伊的小妹，你连工作艰苦的啊。只是哦，我安怎想嘛想无啦。伊既然利用你哦，踮咧饼内底甲囥个纸条予大家食，我阁想讲哦，伊会重新开始咧，哪会变安尼啦？代志到这个地步，我甲汉文嘛无可能啊。原来，我家己介意的人利用，
是这款感觉。好啦好啦，卖哭卖哭。本家的祖先，我已经重新回来本家，我一定好好啊振作，让本家愈来愈旺。阿文，阿土师，你来啊？玉红，伊敢好？玉红哦，伊真艰苦啦。我知啦，拢是我伤害伊的啦。阿文啊，我支持你哦，摕回你原本的一切。要唔过哦，我想袂到，你竟然利用玉红，本家的地契还佫店契，你已经提到手啊，是安怎佫要对林世栋还佫廖春风下手啊？歹人应该受到报应，我只是替天行道。你安尼唔是替天行道，是你家己想要做天啦。做唔到代志的人，天公伯啊，自然会予人报应。你安尼做就是唔对，你利用玉红更加唔对。你敢知影？玉红伊是真心介意你。我知，我知，我会用我一切去弥补玉红。原来本家蒙牌叫我付钱以后，伊会家己慢慢啊变去。看起来这个杀母生真正厉害，不过汉文报仇会当这么顺利。安尼唔得，佫代表我佫要开始变衰啊！唉，我这个土地公哦，真正有够歹做的啊！阿土师，请问一下，你敢是土地公？你哪会知啊？我是用药的啦。你伫我身躯边鼓励我、照顾我，我真正足感激。哎呦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咱本来就是朋友啊，你的成功哦，是因为你的善良。虽然讲你有一挂手段，我是无啥认同。我知啦，我为着报仇吼，伤害着真心对我好的啦。你放心啦，我会用我一切去弥补的。啊，对啦。你拄则讲，你的毛若是变起，你就会衰，是啥物意思啊？谁唔知啊？当年萨布森替恁搬家，找到这个香炉搭嵌的风水穴啊！啊，只要这个王牌若愈起，恁搬家就愈旺。要唔过呢吼，这个王牌拄甲我的庙对冲啊，所以唔只哦影响着我的香火。原来是安尼哦，你若唔系较早老我讲，我会使替你签庙啊。签庙。对吼，我哪无想到。阿土师，我嘛是安尼叫你较惯习。我以茶代酒，我敬你。来。我咧讲啥？因为你，我甲春风就要拼命逃走。你无细只巴肚，即摆巴肚内囡仔就无去啊！人甲即摆昏迷不死，今仔日我一定甲你拼命。林世栋，你若是做唔到代志，你搁敢怪我？而且这囡仔无出事嘛吼，伊若是出事，一世人通滴滴嘟嘟，你敢有想过？我唔管你说啦，你利用我小妹，夺走我一切，即摆搁害死我的囡仔，我今仔日一定要让你死啦！哎呀，哎呀！有影是一步错，规盘招输了。玉红用身躯去撞刀啊，都是未望世童过来做唔到代志。世童敢会认错呢？
玉凤，哎呀，你把你恶意错再错，是咱对不起分家，你把你给太狠。玉凤，你还答应我，爱忠心做人，不应该搁骗人。我答应你，我要答应你。汉文，玉凤，我在这，你哪家公？你汉文，我的动机知道，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我的行业。你一定会真心讲的，玉凤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为了报仇，我不应该利用你，我改你。也因为汉文精心照顾，饼店的生意也恢复了，房价又搁受到香炉搭砍起的地印愈来愈旺啊！汉文嘛，替土地公来刷神庙，而且这间神庙搁加一个新主人来陪伴土地公啊！啊！你哪会走出来啦？哦，我是来看你要去倒位啊！啊，我知影，你又搁要去天顶看仙女洗身躯吼？不，我是想讲，要出去顺顺看看啦。上好是安尼啦。哦，托你讲，我跟你讲哦，咱哦是七世夫妻呢，你哪是敢乌白来哦？我就和你。啊我猜啦！哎呦，奇怪呢，人个玉凤哦是安尼温柔又够体贴啦。我想讲我以后好日子哪过啊？安尼吼变作土地婆，啊赶快安尼赤白白啦！你在讲啥？无啦，水妹，我意思是讲，我替你掠零啦，掠零啦吼。安尼嘛，佮差不多诶。哈大来了呀！俗语讲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台湾人相信风水会改变命运。风水唔是讲袂当信，但是千万都袂使信甲白去，做来白记根本。做人的根本都是爱修心积德，脚踏实地。那受好风水指引，当然是锦上添花。也若无嘛无大根，
因为心肝若好，风水变好。金杯酒出金，连日本皇太子都要来参观，因此日本人更加喜太子名馆，何必将日本馆寄来接待？想要到皇太子无来，馆结束行事，接待的工作竟然是歹到无生意的阶段，甲伊后事，各种规日名馆每个乱吵吵。伊身为馆家，一旦玩弄事，但是袂使失职，所以伊要加这两个人做馆家之计。下礼拜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太子名馆》。